我看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吊车，有没有？那个吊车要做什么了？他们打算这边要做一座桥，那个桥要搭到对面，对面是克罗埃西亚的那个陆地啊。对，那以后呢，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啦，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呢，就会盖好。那以后呢，就可以对面这个克罗埃西亚，就可以直接从那个过那个桥。然后就到他们的自己的那个另外一边这样子。那个桥墩那个岸上的岸边桥墩已经做了嘛？你看到一个很大水泥块那个岸上的桥墩。看右手边那个小岛有没有？小小的岛上面一个小小的教堂，那不是，我不知道是怀疑，不知道谁会去那边做礼拜。不会海平面上升啊，地中海不会海平面上升。没有潮汐，你看我们就是那个潮汐，无风无浪，跟个湖一样。地中海是内海啊，地中海是内海啊，那我们。亚德里海又在内海里面的内海，内海中的内海啊，那更是那个啊，没有什么浪。当然了，也有风大的浪大的时候啊，那风大浪大，当然也会哈。如果没有平常天气好，那就是这样。看那个岛上上面的桥，那个教堂，可能一个人进去就差不多了，啊，被看过那么小的。前面啊，你们前面看到，前面呢、啊、就是边境了、啊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要进入啊，波斯尼亚了。大家在世界的版图啊，又添了一块。你在拼图上面啊，又拼了一块啊，就是波斯尼亚。波斯尼亚是简称的、啊，它其实哈、啊，正式的名称叫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。波斯尼亚一，赫塞哥维纳，啊，就是英文缩写是 BIH，那 I 呢是什么意思 ？I 就是 N 的意思，汉。然后这个国家的三个字，这个英文缩写是 BIH， 代码是 BIH。为什么会那么长呢？因为波斯尼亚跟赫塞哥维纳这两个是地理名称啊，地理名称。嗯、这个国家哈、啊、也是有点复杂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战败之后呢，哈 啊不是战败了，战那个独立战争了啊，没有战败，人家是战胜。也不算战胜啊，就是战后了哈、哦。战后呢，就是由联合国啊托管啊，由然后国中有国，就是一个国家啊里面呢还有一个自治的国家，就是塞族共和国。塞尔维亚人啊，他明明有个塞尔维亚人自己建立的国家，塞尔族共和国，有自己的国旗啊、国歌、国号、政府。哎，好，